不会到很窄小件，但也不会宽松到太夸张。它呢的首秀是可以让大家再加两件到三件的针织毛衣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从薄的开始加，加到厚的，加到高领，加到发热衣在里面都没有问题哦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像羊羔毛的 QQ 毛，配上我们家经典的麂皮哦，它能够保暖又不会掉毛，它的长度我觉得很刚好。无论你是小小个啊、小个啊，或是高个啊，或是像妞儿161公分左右的女生，我觉得穿起来都很棒哦。而且呢，加上它有一个这种反车线的感觉，所以整件啊完全一点都不无聊，坐上每年最经典的两个双口袋的一个造型哦。这个口袋啊翻起来它是没办法放东西的，口袋在里面哦，它是做这种懒人嗲嗲扣，所以呢，如果呢你是那种不太会扣扣子、不喜欢一直扣扣子的人，它就只要给它压下去就好了。另外一穿呢、啊，其实就有点像熊熊的感觉，反穿一样可以扣，所以它是真反穿的。然后呢，口袋来啦，刚刚的口袋在这边，好，做了两个非常经典的口袋。有没有发现这个外套穿起来好看显瘦，不会壮壮的，又能够保暖，然后颜色上绝对又是大家最喜欢的。